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元旦四天的连假，各地拢有闹热的跨年活动，亲像南投县那有精彩的宴会表演，伫咧日月潭。元旦的透早也会当来到金龙山迎接日出，然后前往基地乡的游乐区来佚佗。职业者是用六年的时间开六亿，打造了济济新的游乐设施，有西班牙的海花、甲城堡等等，让民众唔免去到西班牙，就当欣赏到国外的美景，来度过快乐的元旦假期。为了要吸引游客来到日月潭观光，基地乡一间游乐园区开了六亿的经费。所打造的西班牙海花主题园区，经过六年的时间，终于完成启用。有够紧张的无？哇，好紧张哦，好恐怖哦！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因为会很多水，然后很斜，就是看起来还好，但是上去的时候就很比较刺激。Very good, very fun, a lot of water, and suddenly comes on you. Really fun. Thank you. Yeah, nice place, nice place. Woo, yeah. Come here, more, more. 这个全新打造的主题园区，总共有五大游乐设施，包括大漩涡、皇家火车、水战船，让游客感受海陆空的立体娱乐。这个我们花了六年的时间去把它精雕细琢，所以是很精致的复刻，非常精致的复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跟在西班牙是一样的这个高地建筑，那你看这个墙面全部是马赛克，一块的这个马赛克瓷砖，不同的颜色去拼贴出来这个效果。除了好生刺激的游乐设施以外，西班牙最出名的建筑物也完整呈现在园区内，让游客不用出国也可以体验外国的风景。那在这边的话，这个是奎尔公园，奎尔公园最著名的就是它的这个屋顶的这个造型，还有那个蓝白烟囱有一个十字架的烟囱。那其实大家很喜欢到那个屋顶上面去拍照，那我们以后屋顶也会开放，那这个绝对会变成一个网红拍照的一个打卡景点，因为太好拍，它每个角度都非常美丽。有好胜的游乐设施，澳洲城堡的美景以外，恒古来也有特色的餐厅提供西班牙的美食，绝对是民众假日旅游上佳好的选择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